上上上找师傅。师傅。我们来拍影片怎么样？可是我照片都拍得乱七八糟，拍影片我不行啊。就你偷偷拍，我说干什么啊？哎，这剪刀好没？这个嘛。这什么啦？哎，那个。手机拍片怎么这么难呢、啊？我要上山找师傅。哎，我怎么穿成这样子？算了，不理他。师傅，你在哪？我是来找你学习手机拍片的。师傅，超人教练手机拍片，我闭嘴。那我们就来拜师吧。现在你就是我的徒弟了，这也太快了吧，师傅！闭嘴，快把衣服给脱了！这样不好吧？我们第一次见面，不，这不是重点啊，师傅！闭嘴！现在我要把我的毕生功力传授给你。拿出手机，双手握紧，手肘靠身体，腰马合一，稳住重心，慢慢的运镜。所以说，手机拍片最忌讳的就是乱摇乱晃，让人头晕眼花。所以说，要记这一个字，那就是紧。师傅，自从您教了我手机拍片一次，我觉得我功力大增啊！闭嘴！我只是教了你一些皮毛，至于接下来的，下一集再说吧。是吗？会不会有下一集啊，师傅？会不会有下一集？那就看网友给不给面子喽。师傅说拍拍拍，每天都拍拍拍，也叫他拍拍拍，不管他谁都拍。爸爸他拍拍拍，妈妈他拍拍拍，妹妹也拍拍拍拍拍拍。师傅说拍拍拍，每天都拍拍拍，也叫他拍拍拍，不管他谁都拍。爸爸他拍拍拍，妈妈他拍拍拍，妹妹也拍拍拍。没有妹妹。我苦练又苦练，不用含笑半步癫，经济独立。嗨，我是贝克。如果呢，你对手机拍片有兴趣的话，不妨留意贝克大叔四导演粉丝团吧。